女主角嘴里咬着吐司替男主角打领带，不知不觉李宗硕低下头，两人距离超靠近，眼看就要亲下去，一旁朴信惠的爸爸看得咬牙切齿，粉丝看得心痒痒，怎么就没有给他亲下去？但欧巴实在太会耍浪漫了，让人脸红心跳，果然被票选为韩迷心中最佳接吻桥段。错吧错吧，女主角何自愿喝咖啡，奶泡留在嘴边，看起来有点呆萌。男主角玄彬就爱整女主角，借机吻了上去，偷走香吻，让粉丝看了心跳跟着加速，惊呼怎么这么深情。即便这个韩剧播出已经事隔五年，这经典桥段还是留在心中，这次票选获得亚军的好成绩。그러니까나한테15초만줘봐15초뒤에도여전히내가도자기강아지남으면내가인정할게나무매력이라는거这一幕，来自星星的你，千颂伊为了证明自己的魅力，努力想要吸引都教授的目光。外星人欧巴再也忍不住喜欢的心情，情不自禁拉了千颂伊一把吻了上去，让观众直呼都教授霸道又浪漫，实在太偷心，获选最佳吻戏第三名。第一步，紧紧捏住女同学的双颊；第二步，将女同学的脸拉近自己。每档韩剧中都一定会有浪漫之吻，吐司泡沫一招比一招厉害，都让女孩们小鹿乱撞，心脏扑通扑通的跳。还有哪些接吻方式能够吸引观众？考验着编剧的无限想象力。记者陈旭，王慕玲，台北采访报道。